老师啊，老师啊，你点啊？快快啊！你两个快点，懂啊？哎呀！啊！快！你点啊？好痛啊！师傅，你冇事啊嘛？ 你笑咩？你想死啊！当日如果你唔系将我打到咁重伤啊，你同我两个人嘅功力夹埋，咪就可以救到你嘅侄咯。唉，真系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恕咯。 阿克，你想追黄老邪个女为妻，我一定会成全你嘅。虽然你哋生唔能够同级，但系死能够同月，你都瞑目啦。如果你打死我，你个侄就唔使自由救噶啦。你有办法救佢？有办法都冇用噶，都要睇佢死咗未先。 你有办法救佢？办法咪冇嘅，不过我哋要约法三章。好。第一，如果我救咗佢嘅话，你唔可以再加害我师傅。好。总之喺呢个荒岛之上，我再唔为难佢，但系翻到中原就要赌佢自己彩数啦。第二。 阿爹已经将我许配咗俾郑哥哥，你都知噶啦。如果个衰人好翻嘅话，再骚扰我，你只一亏蛋。咁第三呢？你知啦，我系人又唔系神仙，我会尽人事救佢。如果佢真系死咗嘅话，呢个天意啦，天意不可违，你唔可以向我哋报复。总之乜都好啦，一定要救人先。 仲唔去？对女仔呢，就要阴声细气啲，唔怪你几十岁都冇老婆啦。老鬼，仲唔执啲幼藤翻嚟？你喺度搞咩鬼啊？好，你即管问啦。等我解释完嗰时候，你个仔都痛死啦。诶？ 仲斩多四棵松树，大啲嘅。师傅啊，呢度好大风啊，不如我扶你翻山洞啊。我要去。啊？容易，你做你嘅事啦，我斜会翻嚟噶啦。使乜咁心急喎？ 等我衰人执翻条命，冇对脚都好噶。阿克，你忍耐多一阵咧，就快冇事噶啦。老鬼，你仲唔过嚟？嚟啦！ 阿克，忍耐多一阵啊！你两个仲唔快啲推？ 死丫头！
如果你唔推嘅，我就一掌打死你。唔使泄气嘅，有志者事竟成，再嚟过咯。 放手，压死个老鬼啦！唔得噶，暗箭伤人唔系君子所为嚟噶。佢恩将仇报，唔通有君子咩？容颜，做人言而有信，等欧阳方家嘅侄之后，我再同佢算账。唔通你救佢打啊？好啦，你做君子，我做小人啦。 李生，欧阳锋，你想点啊？上点？呢个山洞我要攞嚟俾我侄养伤。养伤咪养伤咯，我师傅又唔会阻住你嘅。系啊，最多一人一边咯。个衰人要养伤，我师傅够养伤咯。遮佢就唔好讲咁多嘢，如果唔系，我掟佢出去。欧阳锋。 你不愧系一代宗师，够威风，够霸道。你留低，服侍我一阵。好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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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点啊？师傅，师傅，点啊？ 你细你啲得唔得？我对脚仲行唔行得噶？你谂你啦，执翻条命咪算好彩咯，仲想要埋对脚。你忍佢一阵，冇事，你唔好听佢乱噏啊！咩乱噏啊？睇唔到咩？叫佢斩又唔斩，迟啲烂到上心口。 佢就冇命啦！你冷脆，我肯陪佢啊，你叫我咋？点啊？阿叔，阿叔，你都系一掌打死我啦！我唔得噶，我唔得噶啦！你忍住一阵。 就算冇咗对脚，一样可以做人嘅啫。阿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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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冇咗对脚，我情愿唔做人啦，情愿唔做人啦！你杀咗我啦！你杀咗我啦！你杀咗我啦！真系枉我清白一方，居然杀我咁冇用嘅仔，一啲骨气都冇。 各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我系黄志文 Mandy， 我系6号6号明啊！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频道呢个 channel 咧，就可以收睇精选嘅 TVB 剧集啦。仲有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近新出咗一条专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B J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嘅剧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